毒药只是削弱了对塔的伤害，怎么能叫削弱呢？为什么不带威猛矿攻啊？带威猛矿攻也打不过对面，带威猛矿攻更不好解，地面都没有。凤凰。不会有火球吧？那这个人肯定是带火球的。啊！鸟蛋怎么在外面？凤凰很难受哦。嗨嗨嗨！
对面怎么没血了？左边。好像是猪。有没有火球？迫击炮。对面失误了，不然这波亏炸了。他这个蝙蝠有点不好解，虽然有冰豆子，但他可能会预判滚木，或者是说进攻的时候我们冰豆子会冰不干净，还得多下钻头才行。下这个，下了猪之后下了一张牌，下了迫击炮之后下了三张牌，两张牌，下一步是进化炮。没滚木了，除非它有地震，那这个钻机够防。不要，不要的话稳得不行。没下好小兔子，稳一下，
挖吧后点，看对面会不会看出来？没有看出来。冰豆子，再冰一下。这一波我们来一个哥布林爆破狂，跟古龙撒毒药。不跟的话丢鬼木，够解的。 但可惜没有保住，只要他古龙要能预判我们，给他垫掉，下钻机来防他，这团火。他炸弹兵只下过一次啊，炸弹兵一次迫击炮一次，给他记清楚了。 还行，打了满都血了，他迫击炮也还没有得到一个进化，下一波是进化的炮了。
这挺难受的啊！漂亮，三个哥布林。虽然我们被打了一下，但是我们现在血量优势哟。 老挡不到他。 我们这把守的有点不太好。 不过，卡主优势他，他爆没接好爆破手，走一会了啊！谢谢杰群秋好处的超粉，谢谢。哇，开局直接成个皮卡，刚好抓到我的钻机。 我就扎空那个，他换卡了，他应该是皮卡羊，皮卡锤他应该不玩的，下后一点这个位置比较好，给他解掉。
Yes。Yes， 这也能炸，是啊，我也没想到，我以为炸不到。急了，不进攻，不能进攻的，不进攻过不出进化，他这个进化炸弹兵中期还能炸到我们。不读他啊！好危险啊！怕他下虚空，怕他下虚空。谢谢噼里啪啦的12个月超频 plus， 感谢噼里啪啦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我去，这波板没看到啊！这个先交鬼木的，怕他右边下羊，我们费用不够，所以没有去下这个鬼木。蓝胖逼不好上手吗？不好上手。谢谢噼里啪啦的魔法书。谢谢噼里啪啦的20级魔法书，谢谢。我去守不住啊，这下。
好危险。准备很好。